发现吴兴义自己一个人在开车，在开火车。嗯，你为什么在开火车？再见哦。他跑去哪里了呢？开慢一点哦。姨，等一下，开慢一点，好，休息一下。姨，先停一下。先等他，对，先等他们。先等一下，可以吗？这个前进是自己控制的吗？不是哦，那一野的一体动桃姐。应该是吧。哎，你看一直撞见。好了，我要下来了。你被撞到屁股了。